小女生，因为我已经决定嫁去日本了。What's your PIN number? Irony says. I already am before you told me okay, to. Okay. 1, 2, 3, 4. Oh, God. I was gonna change it. And I'm finding out things, incredible things, that nobody had told me. We are all in God's hands. I like to think we have a say. 好，欢迎收看《快点好好看》，我是老王，我是芷芷。好，我们这周的上映的片非常的多，包括有《恶女》，还有到《达兰萨拉里佛》，还有这个《爱爱大风吹》，就是还蛮多片子上映的。真的，这礼拜的选项非常的多，对，暑假也快要到了。对。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有电影交换券要提供给大家抽奖，那记得帮我们公开分享好不好？然后呢在通关密语的时候，片尾通关密语的时候，你只要留言通关密语，你就有机会获得。那待会会有什么通关密语呢？我们就再敬请期待。我们这一次晚点玩了一点点叫小 trick， 对，就是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怎么找通关密语，好不好？不要，千万不要错过那一分一秒。没错，一分一秒。好，我们今天就是想要纪念一下那个齐柏林导演，这样。那因为我想分享一下，因为我之前的工作算是做生态纪录片的，然后我做的纪录片是属于河流的，所以等于是上山下，一天可能就是从高山就直接到潮间带，所以我可以很有几次在空中遇到祈祷的直升机。真的哦、对对，可是好像没有我啦。好，没有，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祈祷这次的离开，就是会让人家非常的痛心。对，我们就是生态，关于生态界的纪录片的人，都会很感同身受，就是啊，真的是，就是你每一趟出去都会遇到，可能就会知道会遇到这一天，可是没想到这一天真的到来了。对对，然后尤其是我在看那个看见台湾的时候，最近电影台也有在播出，然后他拍到那个万里石，就是能高安东君，只要爬山的就知道能高安东君都泥泞啊什么的。对，我那一次爬了8天，然后他那时候空中俯拍到那个万里石的时候，我看到那时候就我真的就有点想哭的冲动，我就觉得曾经你就在那边，那有多么辛苦的一趟旅程。对对对，就是而且那个地方说真的就是。直升机在飞会遇到非常多的气候因素，所以他要去判断并拍到那么美，就是没有雾、没有其他光影的干扰的因素，非常的难。对，非常的难，真的非常的难。然后，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一块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空拍这一件事情，就是早期做生态纪录片空拍的，可以说不是齐柏林，但是齐柏林是真正引进那个非常高科技的那个拍摄工具，就是陀螺仪。对，它真的花费了非常多的经费，那真的很贵，真的很贵，拍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而且是非常冒险的投资，就是你生物，就是你没有那么大的资助的时候，你要去做这个判断，要去注入这么多的摄影器材的时候，你真的会非常的痛苦，因为光出去一趟直升机就是非常高的花费。对，就是早期的时候啊，摄影其实都是站在舱门。你是说我把你后面这样抓着抱着，然后你这样拍吗？他们会绑绳子，然后摄影助理还要在你后面拉着，就是上演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吧？对，然后摄影师就是直接是有点人跨在外面，然后直接这样子拍的，其实这样会很晃吧？对，直升机又在晃，对，就是摄影师会非常的累，对，而且取景的角度，因为上面有那个螺旋桨，对，所以你摄影在拍的时候，你其实会有一些。会有光影的干扰，有时候会有这个干扰这样子。然后再來就是摄影师非常辛苦，再來是取景只能在侧舱门。可是齐柏林引进的这个陀螺仪摄影机，它非常的重，它在机的鼻头那边，然后
它等于是这样子下去拍的，所以祈祷只要在上面就是看好景，对，就看好景这样，然后去操作它的 zooming zoom out， 或是请那个驾驶说要怎么走这样。我觉得它真的是开创了台湾生态界的空拍先锋，对，真的是先锋。那我们今天有帮大家，他有曾经上过康熙，对，然后有聊一下那个空拍的辛酸，那我们就让大家看一下，想念一下祈祷，让我们看一下画面。你应该很习惯，就是观众跟你说他们看到掉眼泪吧？其实不是我预期的哦， oh. 对，不是我预期的。事实上，当时这部片子能够让人家感动的很大一个因素是在音乐。对，我觉得那个何国杰老师他对这部片子的音乐里面着力甚深。是，我们的这部片子的作曲跟过去的电影的譬如别的导演告诉我的方法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是整个片子全部剪完了之后，我完全没有音乐的节奏把它剪完了之后 ，Ricky 才把音乐做进去的，而且是每个点每个点对得非常精准。对对，然后整个音乐又到布拉格的爱乐乐团去录制。哇，所以花了很大的力气。是。那当时何国杰老师他觉得这部片子怎么办？我觉得他看我的眼神好像有在质问我说为什么他们没有得最佳音乐奖。其实他对这部片子的那个期待非常大。可是我很好奇的是，你看当中有一些拍到别人在划船啊什么，对，就那个是你跟人家约好的吗？没有，这部片子基本上除了几个友善农地的那种行那个过程，其实大部分都是我在飞行的过程去找到的，刚好撞上。对，其实所以我们在直升机花费这部分其实花蛮多时间的。所以有那种你在空中飞很久都没有拍到你喜欢的样子，那当然是。其实这种无效飞行的非常多。所以你如果早上3点准备好，整个团队要搭飞机开始上去拍，然后开始下雨，那你要怎么跟大家讲？在等，在熬到整个天气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每天都抱满了期待，就希望能够有奇迹出现。然后也许早上不好就等中午，中午不好等下午，然后等到天黑了，大家回家睡觉。可是会不会有那种你不好意思跟大家讲说今天天气不好，会，然后就还是上去硬拍？也有，就是你知道这跟士气有关系。飞行员、机务人员，其实，在我们在拍花莲玉林的大脚印，我们前后耗了7-8天的时间，耗到就是大家都。早上出来等待，中午吃个便当，晚上回去睡觉，这样7天，然后就是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后来真的就是求神拜佛，反正什么可以祷告的都进去了，然后后来就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拍到那一刹那，整个这7-8天的压力才释放出来。好，看完那个祈祷跟康永还有 S， 就是分享空拍的过程，就是。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我之前在做纪录片的时候，他们我们其实可以要求受访者说，哎，不好意思，你再重来，或是怎么样走，对，或者是我们就好好待在那边等那一只鹿通过，或是等那个动物出现，就是可以等。可是你直升机一出去就是一趟的钱，然后你就必须就是有点下赌注，就有点像农夫，农夫也是看天吃饭，坐直升机空拍也是一种看天吃饭这样子。对，你要不要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耗资，就是光是这个机器。我们特别去查了《看见台湾一》的时候，当时祈祷它这一部片耗资就9000万。对，9000万。对于纪录片来说，我觉得祈祷真的是用生命去拍纪录片的。对，因为你可以知道，基本上纪录片在台湾其实是一个不像商业大片那种可以回收成本比较容易的。相对来说，纪录片又比商业片还要门槛还要再难很多。但是他又愿意全心全意去付出这些成本。你看，他就是跟时间竞赛啊。对。你只要直升机一出去，每分每秒就是在收钱，而且你的危险性也高非常多。但是祈祷有他的理想，要给大家看到更不一样的台湾，或是让大家看到更多关于台湾的问题，所以他愿意去付出。但最后回收的票房，当时台湾到了2亿的票房，2亿的，对，是开创台湾有史以来纪录片以来最高的纪录，而且它是听说是华语片在新加坡最高的票房纪录，在2006年的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就是用他的热情，他常讲我的眼我的心，就是他跟台湾这片土地谈恋爱这样子。对，那我必须说到，就是在台湾做生态纪录片。真的不只有祈祷，但是他的确开创了不同角度，而且开启了话题性。对，我觉得这是有时候做生态纪录片的一个
困境吧。有时候你可能，你提出了这个议题，可是太硬了。一般的人就说啊，好像不干我事。譬如像最近雅尼啊，我又不住在泰鲁阁那里，或什么之类的。对，可是祈祷他就的确去空拍，就是呈现给大家看，想办法唤醒台湾人对这些问题的重视。而且就在看见台湾一之后，所以跟着政府啊、媒体去追查，对，然后相对来说，大家真的是看见非常非常多的议题。对，这部片也当时也得到50届的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是没错。对，而且他看见台湾二要开启那个4K 的空拍，这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记录。祈祷真的很威猛，因为他就是看见台湾二开拍的时候记者会，他有说第二部片他们预计要花费到1亿的成本，比上一部更高，而且他是要跨国，包含中国大陆啊，然后日本、纽西兰等等很多地方跨国去看。而且他之前他说不只是看上面，这一次他们要带大家到海底下去看不一样的台湾，不一样的海域的问题。讲到生态跟人类这件事，我觉得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地球是圆的，大家都喜欢不圆的。对，就是我们待会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小燕，她有上小燕分享她看见台湾的时候的一些心得，让我们大家看一下。就像你的照片一样，会有故事的，是因为你看到它。其实这次我在看照片，我看到了。这是关渡的红树林，对，啊，上面很多白色。它是严格说起来是北投嘛，这看见台湾就有了。对对对，是，对，这个是上面很多白色的点点呢，就是白鹭鸶在夏天准备要繁衍的时候筑巢的画面。所以你嘴巴想的是北投那个地方，你不会想到它有这么美。这甚至你有一张是高雄，对，那张太经典了。从那个澄清湖拍过去的，从我家旁边拍过去。澄清有特别强调介绍这一张，你要不要说看看？因为祈祷他，对，你看，我真的没有想到。多像马哈顿，对，对不对？他压缩了整个，因为高雄它是一个港都，然后因为我家就在澄清湖旁边，就是那个地区，可是那地区离海边非常远，大概有12公里远，但是祈祷用一个非常特别的视角，将高雄市压缩进来。台湾是有山。有水，对对对，而且人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的照片。当初这张照片哲欣看到的时候，他就很兴奋的跟我介绍高雄，因为我们对高雄既定的印象好像是比较属于一个工业的化的一个城市。对，其实这看起来很美耶，对不对？对，有高楼，而且还要有树，就像曼哈顿一样，对不对？对，像曼哈顿，白天的曼哈顿，白天的曼哈顿，对。好，其实我在这里头还写了，刚刚我拍了一张。其实你在高中看到台湾，它有很多的这个墓，因为当年还是很多的土葬，对，刚刚我有拍，很特别的景象啊。真的吗？你看。其实不难看呢，你知道吗？其实每一个你看它是有方位的，对，有方位的。它其实我在拍台湾的时候，这是完全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以前你会觉得它对画面是干扰，后来我换一种心情，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我在各个地方，然后而且有不同宗教，他们表现的那个安息之所都不一样。对，其中有一张啊，它甚至是在小琉球的墓园。那为什么很特别？大家知道小琉球的墓园，对，在海边。因为小琉球它整个岛屿是一个珊瑚礁，我们所谓土葬，它是珊瑚礁葬。因为你没有从这样高度看，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安息的地方。对，琉球屿，对，琉球屿，你看到没有？就珊瑚做墓的那个。对，你看到没有？很特别，是，很特别。就是这个，其实每一次，还有我看了你在你的空拍当中。这个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压寮，你看，它是不是很特别？而且这不好拍哦，祈祷可以跟你讲，这个是这样子，鸭子啊或鹅啊都非常的敏感，它听到直升机声音过来的时候，它们就会躲起来。对，所以而且呢，当我们飞过去的时候呢，你可能还没有落地。鸭寮的主人就会打电话来航空公司索赔了，因为他们受到惊吓，就受伤或死掉了。所以我要飞得很高很远，然后用长镜头去拍他们，然后才能够拍到他现在比较怡然自得在水面的画面。这样会吓死鸭，对他们很紧张，真的鸭子包括羊都会啊。只要是畜牧业的，畜牧业都远离非洲里面不是在飞的时候，那整个那个野生动物野性比较强。那个万人勇度日月潭虽然有10000个人，可是你要怎么样掌握
那个台面上有这么多人密布在台面上，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日月潭边开民宿，然后呢，因为我们在机场嘛，就一直打电话就问说，哎，现在游到哪边了？游到哪边了？当你看全部的人，对，都是第一个跟最后一个，他们可能啊差很远，差很远的，所以他们就跟我通报，第一批下水的已经游到对岸的时候，我赶快起飞，哦，然后才能够飞到现场，这样子就可以拍到整条线，整个日月潭都是人，都是水饺看祈祷拍的，其实是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啊，他们非常专心的，就是他默默的付出，然后都是农夫，都是一些。就我们认为，你看，你看它里头有那个菜的收成，对对对 对，然后那个还有那个温室啊什么那个，他我非常感谢台湾有这么多勤恳的这些农民啊，在大地上的耕作，他们的耕作不仅给我们的食物的来源，那也让我在创作上面有了一些很好的构图的一些记录。我们有看到非常多的网友在下面留言说非常舍不得祈祷。其实我那天真的非常的震惊，因为我前两天才剪完祈祷，就是看见台湾二台经记者会预告那些的片段，然后没想到两天后就听到这样子的讯息，真的非常的震撼。对，我们希望今天这个直播可以被大家分享出去，因为我们希望一个角度不是在最近的新闻报道上关于齐柏林导演身上，我们还希望可以提倡出关于生态纪录片这个观点，让大家可以继续看见台湾，把直播分享出去，让大家知道更深一步。对，就是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就是祈祷他想要给我们一些启示，是什么启示，让我们关注什么议题，那就是都是要大家去尽心尽力去团结合作的。没有错。好，先不那么沉重了，我们需要气氛缓和一下。这一周呢，有一个算喜剧吧，开心恋爱片吗？恋爱喜剧的片，片名有点长，就是虽然妈妈说我不能嫁去日本，哦，日本台湾是日本，是日本，太想留在台湾了怎么办？虽然妈妈说我不准嫁去日本，是的，对。然后，这部戏就是讲一个异国恋情，没有错。所以你要不要介绍一下那个为什么？就是里面的女主角是，其实她是真实的故事。如果大家平常有在看，就是玩脸书，就会发现她是知名的部落客，就是虽然妈妈说我不准嫁去日本，这位部落客，然后他们盲目夫妻的合作，是不是超可爱？他们就是。私底下就是真的是像故事里面一样说的哦，原本就是没有什么什么联络，然后因为三一大地震，然后又有联络，然后在一起四个月就说要结婚啊，四个月就跟妈妈说，妈我要嫁去日本了。四个月就决定要去别的国家嫁给外国人，很有勇气，而且那个茂木太太非常的有 guts， 她就说了不起就离婚再回来啊。你这么说好像也是，是那种台湾女性的一种，你知道？对，就是个性跟嘎气。对啊，还不错。了不起，我台湾还是有个家，还是可以回来的，还是可以回娘家的，好不好？对啊，你知道我从小就跟我妈说我要嫁去国外啊，我就从小跟妈说，妈，我一定要嫁给外国人。所以你英文很好是？对，我学英文就是为了要嫁给外国人，我是说真的。你知道我上礼拜不是去播那个活动，然后有跟那个美国超级网红 Rose Smith。然后一起玩嘛，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妈就传来给我说，那个美国人不错。你妈说 OK？ 她说帅帅的，然后又可爱，很好，这个可以。这可以，是她可以还是你可以？我妈可以。但我长大懂事多后，我就觉得其实台湾的男生也不错，就比较想要留在台湾。但是英文能力还是就 get。对，你不错哎，我觉得现在要学英文的，就拿这个当那个动力。对啊，不知道 Rose 有没有看我 ？Hi Rose。你知道我之后还有继续跟 Rose 在聊天，我们现在是喝冰柚。哦，对，是不是？改天要来，哪天我就嫁去美国。什么？虽然妈妈说我不准嫁去美国。啊，反正他就是在讲一个异国恋情，然后有点传统价值的一些拉扯嘛，对，算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要不要先让大家看一下那个茂木太太？对，先让大家看看本尊，茂木太太长得超漂亮的，本尊哦，很可爱，对，让大家来看一下本尊。想到有一天伊甲我载，搁抓我的手去甲伊揽条条，吼，我的心中差一点仔就惊起啊！一天了后，阮就开始交往，逐天拢伫个做伙，做伙食饭，做伙看电影，做伙跳舞。
真心相爱的，若是无伊，我嘛无想要我啊。了后，我就有心啊，伊讲伊会对我较负责，我就无讲阮爸爸妈妈会反对，对走啊。严格到即马，我一点仔都无后悔。你看，这样有肩膀、这样有度量的查甫人，想要去倒位找啦？你爱对我负责啦！你爱对我负责啦！护肩哦，护肩，你哦，所以他们是先那个了，有、没啦？在刚刚那个网搜剧情里面呢、啊哦欸，他们才。拍这个真的 很可爱，很好笑、欸，超 Q 的。我刚刚看到网友留言啊，他说他恋爱七年被甩，然后之后三个月就立马解决。你到底嫁去哪？你也是嫁去日本吗？是不是也是日本呢？告诉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好不好？哎、欸，有陈红玲说有看到本尊好可爱好美，是茂木太太本尊吗？应该是茂木太太，你不是说茂木太太、哦、很漂亮，他们两个对，是已经变成那个。哎、欸，对，你知道吗？茂木太太跟茂木先生，他们现在其实已经一年了，就是他们是新垣结衣跟这部片中野裕太的师弟师妹，他们是同一个经纪公司的。哇塞！噔噔噔噔，他们就要成为他们对对，而且就看他们的那个脸书，还可以看到他们在跳这个。茂木太太很瘦，对，超瘦，很像模特啊。我觉得人家就是有本钱嫁去日本啦。好啦，我们现在大概讲一下，就是这一个电影，它的故事把它翻拍成一个电影了。然后他们两个夫妻其实还蛮兴奋，就是这样被拍成电影，然后粉丝也都非常期待。然后女主角是由那个简曼书，超可爱的简曼书。对，简曼书她是有演过那个《雨不停过》，还有、天黑请闭眼。对对对，其、就、实、是、之前都是蛮暗黑的、暗沉的角，就很冷静，然后内敛的那种角色。可是他在预告里面就在发疯啊，对，而且我要再去日本啦。他跟王彩华的对戏，我觉得也蛮好笑的，很猝鼻耶。对，还有林美秀哦，还有那个日本的演员中野裕太，帅帅的。整部片的卡司非常的齐全啊。对，然后那个，待会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幕后，就是记者会幕后。对 对，就是会也蛮好笑的这样子。他问他说，就是你觉得你老公本人跟演员中野裕太？差很多吗？哪一个比较帅？所以那个茂木太太会说什么呢？我们就要看一下片段咯。非常的好。我觉得不能再认同更多了，因为你真的要为了自己的人生负责。你爱你就是要去追求，过程中有困难，或者说最后结果不一定真的如你所愿，那也没有关系。你没有去追的话，那它永远不会是你的。冰岛就是因为冰岛很冷，不说就是跟交了一个冰岛男友，应该是可以天天抱在一起，哇，好冷啊，然后是取暖的。在一起四个月吧，四个月就要嫁人。什么时候要给我回来？不回来了，因为我已经决定嫁去日本了。不行，绝对不行。心里难免觉得说，可能去了之后，然后发现不合就分手。可是我也不会担心太多，就假如就去了，反正分手就分手，再回来就好了，这样。你如果要找的话，真的要找可以让你做自己的，不要因为那个男生去改变，你要让他喜欢你原本的自己。虽然妈妈说我不可以嫁去日本，6月16想爱就要勇敢爱。老王，我问你哦，问，听说你去澳洲，对，打工度假过是不是？对，去了一年。那你有想要跟澳洲人在一起吗？还是你心里有最希望在一起的叫国籍？我在澳洲的时候没有哎、欸，就是完全没有吗？我不知道，可能他们真的长太高，然后我这个本身就是太矮，你知道吗？哦、oh. ，而且我很不喜欢澳洲的食物。食物吗？你可以把它拉来台湾啊。所以我就不会想说要嫁去那个澳洲这样。所以你喜欢在台湾？可是如果有日本的话，我会觉得还有韩国。
哦，韩国吗？对，因为我蛮喜欢他们的食物，是以食物吃的为重点的、啊。帮我上一下字导播，吃货，吃货，我拉个春联这样，吃货好不好？对啊，很重要。你嫁去那边，你就要在那边生活，要吃他们东西。为了吃而去吗？那你就要嫁给餐馆老板之类的啊。是啊，好了，餐馆老板的话，可能就是韩式的餐馆老板，他有要求哎，这到底喜欢多喜欢吃韩菜？粉丝有听到老汪喜欢吃韩式料理，对啊，还不错哎，是不是？哎、欸，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是用 Facebook， 然后就只是一个问候，对，哎，这样也不，啊、可能真的是缘分啊，绝对是缘分啊。因为其实我在澳洲有。就是也有交几个朋友，然后就是日本的、法国的也都有。他们法国之前不是有恐攻，我丢个讯息过去说，哎、欸，还好吗？哎、欸，也没跟人家怎样。不是、嗯，那可能是人的问题了。缘分的问题，相信大家也是这样觉得，是人的问题。OK， 好，你刚刚看到猫猫太太走。好了，就这样。我相信你知道。猫太太比较瘦。他就算只要跟他说 Merry Christmas， 我相信也可以怎么样。哦，对不对？好。我们这是个很荒唐的节目啊，反正我觉得就是在讲一个异国恋情，然后非常有趣，然后跟妈妈在争夺，就是因为有些爸妈真的会、就是、没办法、啊，对啊，什么哎，那你当嫁给外公啊呢？我妈那时候我第一次跟我妈说，妈，我以后一定要嫁给外国人，然后我妈就说，我就要跟你断绝关系，她很认真哦，我就要跟你断绝关系，而且一直在我旁边每天讲，每天讲。我就要跟你断绝关系，直到我好像就很久没有交男朋友，他就说好了，外国人也可以啦。哦，有人就可以吗？对，有人就可以了啦，就很担心我，你知道吗？对啊，好好笑。妈妈不要担心。对，那我们现在赶快再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精彩的电影预告，完整预告。みちゃん、なんでモキちゃんと知り合いなの？这样很没礼貌哎！你张开嘴！台湾，他被摸到。哦，这是一个叫茂木的人送你的。So long, everyone. No, いいよ。財布あれ、元カノからもらったやつまだ使ってるから。台湾、本当、酷ですか？你看看谁来了。回到现场，看完就是会很粉哎、欸，这个电影粉红泡泡，幸福的感觉。啊、粉红泡泡，好了，看完就是非常纯情，异国恋情，非常幸福的婚姻。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带大家镜头转到破碎的婚姻吗？破碎的婚姻，好，一样在本周上映的，这差距很大，一样都是日片。然后这一部呢，就是《恋妻加工本》，《恋妻加工本》。阿布宽所主演的，对，还有天海佑希，女王的教室，对，所以他们两个是算是第一次有那么多亲密的事，之前有合作过的。那我觉得这部片的题材非常的有趣，很猝逼，对，因为他的故事内容是在说，就是孩子们长大去工作啊，或者去外地了，家里就剩下两老，就是爸爸妈妈这样子，对，那突然之间，哎、欸。怎么办？孩子走了嘛？那我是不是就又可以回到以前谈恋爱的时光了？ Oh, 对对对，可以好好的约会啊什么？就发现
好像已经是家人的感觉了吗？就是没有那个激情吗？对，没有办法甜甜蜜蜜啊，老公啊，以前还期待说没有小孩的时候一起去看电影什么的，回不去了。我不知道这是我们的网友们有没有这种的小小的感觉。你小时候有没有被问过，就是可能被爸爸妈妈其中一个人说，如果离婚你要跟谁之类的这种？没耶，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一直都没有被问到问题。我们家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我也没有问过，但是可能就是看戲，你想过吗？看戏剧看太多哦，真的看新闻看戏都会这样子，所以我应该要跟谁？怎么办？所以老王你要跟谁？对，就是困惑我很久，因为像我爸他就很会找吃的，也很会出去玩，我就觉得跟我爸出去，你是谁有吃的你就跟谁啊。然后我妈又很会煮饭，她其实也很会弄吃，就很纠结，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会吃而生的人。对，就是。再帮我拉一下窗帘，那春联吃货，吃货，老王是吃货。真的啊，就会很纠结。其实小时候是都会被那种怪叔叔骗走啊。不会啊，就是长这种样子不会被骗走。就拿着吃的就好好好啊。来棒棒糖，棒棒糖的话不会之类的、啊，还好。哦，棒棒糖没有办法，你要热熟食。对对对，譬如像烤肉串之类的，我可能就香肠啊、欸哦、什么的，对，就去吃一下。你怎么知道？粉丝想要骗老王吗？拿烤香肠就可以。太夸张了你！哎、欸，我真的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原本在 re 稿的时候，我在跟老王谈的时候，我就说，我要跟爸爸。为什么？然后后来老王就说他要跟妈妈，因为妈妈管钱。然后就说我可以重选吗？我忘记最重要的一点了。掌权的人谁管钱就跟谁，谁管钱就跟谁啊，这不是吃的问题了。对，还是网友的其他答案。对啊，超好笑的。跟谁都好啦，大家幸福快乐就好。对，就是不欢则散嘛。有人说是老王的粉砖吗？没有哎、欸，有人我们侄子有粉砖哦，大家赶快去帮他按赞，耶！大家快来帮我粉丝专页按赞。好，我们接下来也要讲一个绑架的吗？就是又绑，上礼拜是绑的不是人，这一次比绑的不是人还可怕。哎、欸，对，而且他这对母女很狂哎、欸，超狂的、啊，就是有一些举止行为真的让人哈，怎么会哈，怎么会这样？而且母女的个性差很大，很有趣，很触鼻。这部片叫做《抢救千金》，抢救千金，对，没错。我们上一回不是在讲说绑到外星人吗？绑到疫情很可怕哦，全天下最可怕，比鬼还可怕的就是女人。对，就是女人呐、啊，千得罪万得罪，就是不要得罪到女人，对，还是两个女人，一对母女，对，得罪了一对母女，超好笑。他们绑架之后就发生很多离奇又很白痴、很好笑的事情。他们说，快说你的提款卡账号是多少？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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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零。怎么那么弱、啊？对，所以他预告里面也会有一个这样的桥段。他就说 1, 2, 3, 4。然后我本来想要去改密码，但是我就忘记了。对，就是非常很好笑的那个对白，非常好笑的桥段。对，还有剧情也是。而且当初女主角一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她就马上立刻就说：“我一定要找哥弟喊你的妈妈，除了她以外，我就不演了。”哦，觉得这角色就是为她而生的这样。对，而且其实哥弟喊很久，从2002年开始最后一部片。就已经没有在接片，就没有出现了。然后突然强势回归，就是为了这次女主角的强力邀请。哇，还蛮期待这个，这算脑片吗？这是我最爱的脑片啊！我最喜欢看脑片，而且我一直很想问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个《海滩救护队》。对，有没有去看《海滩救护队》呢？你知道最近大片实在是太多了。哎、欸，昨天我们聊到这，然后《海滩救护队》的那个男主角柴克·艾弗隆吗？对，然后我们开始做一个系列的 PK， 待会我们也会有一个那个。等到全民抢救，全面抢救，哇！我们这是金鱼脑哎、欸，全面封锁啦，好不好？奥兰多布鲁，我们待会给大家 PK 一下好不好，然后让大家问一下。不过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脑片的预告。Hey, do you mind if I join you? Hey, that dude is talking. Sorry, you.Not you, it was me. Can you kind of beat it? Because you're a distraction. Hey! What brings you down here? You're on vacation here with your boyfriend? No, I'm just here with, my mom. Why are you dressed like powder? The sun is very dangerous. Mom, it feels like you're putting on a lot. No, just here when you need it here. Let's go out tonight.
Hair, makeup, boobs, we're going out. Emily, I am not going out at night. Everything shouldn't be so scary. Oh, it damn well should. 1 in 4 tourists are kidnapped. Not true. 1, 2, 3, somebody's missing. I met a man. Well, drinking with a man in a foreign country, it's a smart, responsible thing to do. We need an amazing adventure. Where the hell are we? The scenic route. Stop doing it. What's your PIN number? Everything he says. I already am before you told me okay, to. Okay. 1, 2, 3, 4. Oh, God. Change it. I will get us out of here. I need you to believe in me. Mom, come on! Do you think maybe that guy's okay? I saw his brains. Why can't you just make me feel better? Listen, I need your help. Mom and I got kidnapped. State Department. My mom and sister. They've been taken. I imagine you have a commando squad. 4 underground criminals who were tried for a crime they didn't commit. Sounds like the A-team. It is the A-team. Do you have an A-team? Why did I ever let you talk me into this? I should have just listened to you. I love you. This is great, but we really gotta get out of here, you know? Yeah, we should get out of here. Okay. Mamma mia! We have to fight, Mom! We've got this. Mom, that was awesome! You messed with the wrong bitches. Yeah. Go. I'm gonna count down. I'm gonna do it. Please. 100. 99.好，回到现场，我们接下来介绍这部片呢，就是《全面封锁》。刚刚有提到，就是奥兰多·布鲁，他有演出这一男主角，好不好？很帅，那个弓箭手。我是伸手。弓箭手。没错，超帅的精灵王。好，就是我们昨天在办公室啊，就是小编。聊天的时候，男星大票选，你最想要跟哪个男星约会？对，我觉得很好笑，就是我真的觉得可以开一个小编聊天室的直播，大家想要看吗？小编聊天室昨天的聊天真的太夸张了，我们最近还跟他玩心理测验呢，对啊，而且我觉得很准。对，好啦，你刚刚说那个男星对不对？对，就是我们昨天就有民调一下我们办公室的女性，就是奥兰多·布鲁，还有那个卷福，还有再一个是柴克·艾弗隆，三个约你出去的话，约会。你会跟谁去？你会选谁？对，你会选谁？老王，你会选谁？我会选谁哦？我可能会选卷福吧，因为他比较感觉比较能聊天。卷福吗？对啊。Really？ 才跟艾弗隆不知道跟他聊什么哎。我一定要选奥兰多·布鲁的、啊。奥兰多·布鲁吗？奥兰多全身长的都是我的菜，就是他连眼睫毛都是我的菜。B C 奥兰多·布鲁哇。欸、有人、欸、是是有喜欢超久的、啊，从魔戒的时候就被他撒丢，撒到现在。无论他离过婚，跟 Miranda Kerr 在一起，跟 Katy Perry 在一起，就算跟女服务生搞上都没有关系。他是奥兰多·布鲁，好不好、欸？都没有人讲卷福、欸，是为什么？昨天卷福的那个票房很高呢、欸，就是昨天投票票数，卷福是最高的、欸啊、我记得。而且还有人，还有小编说什么，卷福可以先来，怎么？什么叫先来？谁准你先来？你是三个都要一起是不是？但是这也是夸张哎啊，好难挑。虽然奥兰多·布鲁很喜欢，但是我还是喜欢脑片的代表柴克·艾弗隆。还有英泰，英泰是谁？你看，有人投卷福了，就知道离婚更抢手。对啊，离婚更抢手啊！不管他是奥兰多·布鲁。好了，我们要不要先正经讲一下奥兰多·布鲁的新片？就是那个全面封锁，他其实应该讲一个那个生化攻击的事情，这样子，就是恐攻，恐攻啊，这是英国不平静呢。对，英国伦敦真的不平静，有没有英国的朋友？应该没有。刚看到，其实，在现在讲话的同时，英国也是有一栋24层的大楼，现在是大火燃烧。哇，英国最近怎么了？对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样。大家还是关心一下，反正这是以恐攻为主题的一部电影这样。然后我们有那个赠送电影交换券，所以你在片尾的时候赶快找他的通关密语，然后留言，而且要公开分享，好不好？一起去看布鲁吧。对，那我们就先让大家看一下精彩的预告。The prisoner we snatched last night is a courier for Imam Yazid Khalil. Who's the interrogator? Alice Racine. The prisoner gave a go order for an attack on an American target in the UK. It's thought to be biological.
We have two other members of his mosque in custody. And like you, they have a long, dark plane ride in their future. Tell me the target. I'm just supposed to deliver a message. Important? Just my personal life. Sarah, this is not a secure line. We need you for an emergency assignment in London. We've got a prisoner waiting. Well, I'm already on it. The hell are you talking about? We haven't informed London Station. Sir, we have been penetrated. What is going on in London that involves the CIA and a terror strike? MI5 is committing every available asset to this. I think I've unlocked the source for a terrorist. He has to be stopped. We need your skill set. We need you back on the front line. What's your status? In danger. Someone is hunting me. I'm thinking I'm the only friend you got. Our prisoner's gone to ground. And I do not intend to let him stay there. Let the past go, or it's gonna get in the way when it counts. Global viruses are the biggest threat to mankind. Each one a ticking bomb. We thought we controlled her. Once armed, you got 5 minutes. In a different world, it doesn't come to this. We are all in God's hands. I like to think we have a say. 奥兰多布鲁大胜哎、欸！我看留言，真的超夸张啊！没有错、啊，连离了都可以，就是完全就是天才啊！对啊，而且其实很好笑的是，网友最近呢有点哭搜改图，他们说奥兰多布鲁很像一个乡土剧天王。所以奥兰多布鲁老了之后有可能长这样？我觉得奥兰多布鲁老的时候，但我觉得乡土剧天王很帅啊。哦，对啊，所以是谁？某种程度来说是我的猜，给我们摄影师照一下。锵锵锵锵，是李罗。李罗大哥。对啊，跟奥兰多布鲁，其实这张其实有点像哎。有啦，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像在那个后道。而且我觉得李罗大哥超帅的。嗯，很有那个。也是天才啊。哇。有愧靠啦，有愧靠了是不是？是不是？好，哎、欸，对了，我们小编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一定要公开分享，就算你有抽到票，有可能会因为没有公开分享没有拿到票，就取消资格。对的，我们是还蛮严格的哈，好不好？老客户都知道，对啊，老观众都知道。哎、欸，我发现大家之前真的很关心你的粉专呢、欸，没有啦，哎、欸，我们赶快来介绍下一部片，叫做《天后开麦啦》。对啊，这算是一个任务动作，这不算动作，就是它算是一个剧组，很有趣。我觉得它是就是开麦拉惊魂，对，然后搭上那个叫什么另外一片雅果出任务，两部片加在一起的综合，然后他们必须要去救导演。他怎么救？不是开枪什么的，他们是要拍电影救。对，就是整个剧组移动，然后去救导演。对啊，很有趣，真的超有趣的。小小兼 spy 的概念。对，而且这部片是2017的柏林影展的非竞赛片的那个竞赛单元，就是他有入围这个。而且你知道，其实，在很古早的年代，就是在中国很久以前，很多电影明星或是很多歌星都是间谍。就是他们其实有另外一个身份，对，他们就是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这些女性都是 OK 好，你还是可以直接忽略我的老王，对啊，每一次只要我唱歌，他都忽略我，我都想开歌上节目，他都不让我开。开歌上节目就是观众，观众要听啊，观众有呼声再来开嘛，对不对？对啊，有呼声吧，应该要来点掌声啊，摄影师拍手。你看多稀落、啊！没关系，我们就现在来看一下天后开麦啦！来 ，3, 2, 1 ，Action！ There's nothing more beautiful than a Spanish woman. We need to speak about the character, Mr. Scott. Usted no está hablando en serio. Usted no sabe lo que se te dice. We work under the watchful eyes of Franco's people. That's terrible.Tiene que acompañarnos a la comisaría. ¿Por qué? ¡Vamos! Fontiveros está en cuelgamuros. Tenemos que sacarlo de allí. ¡A
Action. Tenemos que actuar rápido. Pero ¿quién es el rescatado? Places, everyone. Yo estoy en la lucha por la libertad y ayudarte. Pues sacude como un camionero. Pero eso es que le gustas. ¡Rolling! Mira, este lío lo he montado. Yo voy a llegar hasta el final. Llevarlo después hasta la frontera francesa. ¡Quiet, please! Baja la voz, nena, que aquí nunca se sabe. ¡Ah! ¡Oh, my God! The dawn in the sky greets the day with a sight for Granada. She can remember the splendor that once was Granada. Díganle que eso ya no se lleva. And I'm finding out things, incredible things, that nobody had told me.看电影的应该会蛮喜欢看的，很剧情非常的紧凑，对，而且就是小胖胖好辣哦，对啊，每部服装都非常的好，对啊，哎，我们这部片也有赠送电影交换券，所以呢，你在那个通关密语的时候，片尾的时候，你要记得留言，那就有机会获得。那我们得奖都是一人中奖两人同行的，好不好？然后记得私讯小编，好，他才能寄给你，好不好？然后一定要帮我们公开分享。好，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一次的通关密语是老王设计的，不是我。如果大家想打他的话，不是我，好不好？对，就是。对啊，有点技术性啊，还好还好，就是你看一眼厉害的人，就是就可以立刻打出来。很刚 Q 啊。对啊。好，问你最近要拿电影票不容易啊。而且我们今天的片后很特别。对。对，要给大家看那个。精彩的，好，先来讲一下下一部片。卖关子，我们先来介绍下一部片《独自在夜晚的海边》。不是，这女主角好像很多新闻。对，这部片其实本身的话题性不在这部电影，反而是找大家没有在关心剧情。对，可是剧情也有相关，我觉得非常的讽刺哎。反正就是呢，这部片的女主角金明喜跟导演洪常秀，他们在柏林影展的时候，就是要介绍这部片的时候，导演就说，他就是我的小三。你竟然敢讲出来？他就自然说女主角是他的小三呢，就是当场吓了一跳。对，而且重点是。他还没有离婚，而且对，这是在公开的场合，然后记者开始啪啪啪啪，柏林影展呢，天哪，就直接承认这件事情了。我不知道导演当时在想什么，为了冲票房吗？还是为了要有话题？因为很讽刺，为什么说很讽刺？因为女主角在这部片，金明喜在这部片里面就是演一个失魂落魄的小三。就被男人欺负啊，然后欺骗啊，然后本来就在那部片里面就是做一个演一个小三的角色，对，就很禁忌的话题，简直是还没有抽离那个角色吗？还是真的是很难说啦，就是怎么会这样？而且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南韩的网友也是踏伐的很惨，对啊，就这种禁忌的议题，这是洪常秀导演第19部作品。然后他其实是在南韩很出名的，他被誉为南韩的 Woody Allen。哦，你知道这名声也是不小哦。对对对，不小。对，他是韩国很著名的独立电影的导演。嗯。然后他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跟金明喜合作了。对，所以怎么会擦出爱的火花呢？很妙哎，这次太可怕了。对，喜欢看。这算艺术片吗？嗯，微微的小文青片。对，小文青片。但他金马影展的奇幻影展的那个神秘场的时候，票也是立刻秒售完的。就这部片很令人期待，就是说，先不说八卦啦，这个故事的本身就挺吸引人的，而且是很多一种人性啊、感触啊。嗯。作为一个女人，然后你的思考等等之类的，巨细靡遗的出现在这部片。对，慢慢悠悠的勾出一些女性的一些，还有关于婚姻、还有恋爱关系里面的一些问题。而且它的镜头很特别，因为如果你去看预告片，你就会发现，看我们现在有小空在这边，它就是女主角在海边这样抽着一根烟，然后边唱歌，就是它所有的预告哎。
对，就是悠悠的唱歌，然后一镜到底这样子的镜头，好、啊，表现得非常的忧郁，好不好？对，哦、好，换个气氛，我们来介绍。说我接下来介绍这部片厉害了，传奇，真的是厉害。我那时候小时候就是真的是传奇，大轰哎、欸，轰炸，尤其那个女高音。那对，就是啊，就是那个女高音，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我以前都叫她那个章鱼头啦，章鱼头，很像章鱼头，外星人，这是异形啊。对，好啦，第五元素的数位修复版，现在今年要重映，而且它是20周年4K 纪念的哦，20周年的耶。对啊，他把它撑到4K，也是4K耶，也是4K的密拉乔阿维奇跟布鲁斯威利、布鲁斯威利真的当年很帅哦 ，Endow 帅，身材好哎，就是萌，真的是那边很经典。我记得我家里还有那个超大的那种 LD 盘哦，就不是 DVD 也不是 VCD， 你有收藏这部片？就我爸妈那买很大那种，很像黑胶唱片之类的，哇，我也不知道那怎么播，好像是 LD 吧，有点忘了，小时候的回忆。时代眼泪。对，这部片在当年啊，可说是就是特效跟科幻界就是翘楚，就是冲破科幻界跟特效这两个东西的那个拉到那个境界。就然后卢贝松真的我觉得很敢，他16岁就写了这个剧本这样。真的耶。然后就直接就是把它拍成真的电影这样，就是这剧情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对，经典中的经典啦。对，就是。有兴趣的话，想要回味的话，可以看一下20周年的 4K 纪念版的第五元素，好不好？欸、我们今天老王今天准备了一个惊喜要给大家。好、哦，我准备什么惊喜啊？就是呢，因为延续上礼拜或是上上礼拜的话题，现在全台湾的人都爱一个女生，你知道她是谁吗？我就说你不要激我。我上礼拜就是我最怕被激。我们要先看她的那个感谢函哦，我们回来再来说这件事情。我不是很想面对啊，我们先说好了。现在观众朋友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约定吗？就我跟王，就是跟老王有个赌注，就是我赌《神鬼传奇》第一周的票房会赢过《神力女超人》的首周票房，但是我好像输了。但是呢，我就是要赖皮。你们现在留言，但是呢，你不能赖皮，我们有现在直播、哦。我不管，你去帮我截数据，到底《神鬼传奇》跟《神力女超人》的票房到底是多少跟多少？首周我们只有讲首周，没有到累积票房。他不相信我给他的数据啊？对，因为我觉得 Tom Cruise 都来台湾了，怎么可能票房会输给《神力女超人》？Wonder Woman 啊！就算现在全台湾的人，不管男的女的都爱他，我觉得他现在有点激动。我觉得很激动。欸、有人呼应你的那个 LD， 对，是 LD 吼。哇，陈宏琳好久没有来了。嗨，好啦，就是让大家，我们先分享一段《神力女超人》的感谢票房的短片给大家看。豆豆。Hey you guys, it's me, it's Gal.I just wanted to take a moment and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making this weekend the most amazing weekend and craziest weekend I've ever had in my life. I mean, you made this movie what it is. And your love and support for this character and for myself are not to be taken for granted. I mean, Wonder Woman, number one movie in the whole world. This is all you. So a big thank you. I'm sending you guys all the good energy and love back. 现场，我看到有人给数据了，让我来朗读一下。阿汤哥 Tom Cruise 所主演的新片《神鬼传奇》全球票房开红盘，大卖1.74亿美元，约台币52.72亿台币，全台首周吸金1.45亿台币。但是该片在北美却不敌《神力女超人》，仅卖3220万美元。翻译，所以我赢了。念了这么长一串，所以呢，我赢了吗？有吗？是吗？我必须先跟大家说的不是，你先看你的数据，我跟大家分享这小故事。
《我神鬼传奇》的首周第一天，午夜场我就去看了《神鬼传奇》了。看完之后，我就立刻赖了老王，我说了一句：“我下周要放丑招了，可恶！”5月30号，《神鬼传奇》是3330。哎、欸，都没有人帮我查一下神力女超人哦。不用查啦，因为我们上礼拜公布过啦、啊。神力女超人首周票房是1亿4000万啊！好啦，就是你输啦。OK， 怎么办？我要愿赌服输哎、欸。长官说我们是有信用的节目。各位观众，现在准备好你所有的截图的任何的工具，看你要开手机、打开相机，或者是你有什么截图软体，赶快准备好好不好？赶快准备好、哦。我先练习一下我的脸部。我再重复一下，因为我们上礼拜的时候就是说赌输的就是鬼脸，鬼脸十秒。什么十秒有这么久？没有十秒这选项啦。对啊，十秒啊，就是十秒好不好？就让他截图。那你我们直播结束后呢，你就可以弄那个截图，然后放在留言底下。没有画脸，今天没有画脸，我们今天要鬼脸作为结束，大家就伴着我的鬼脸进入片尾的通关密语。对，好不好？那支持的话就帮他按个赞了，觉得他赌输有点可怜，就按个赞。大家请到直直 Zero Chain 的粉丝专页按赞，好不好？好不好？好，那我们要准备好了吗？你想好了吗？摄影师，你准备好了吗？他是要打算慢慢尊应，是不是？对啊，一定的啊！扮鬼脸就是要尊应啊！好，让我练习一下。好，我们准备好了，3、2、1。哇，哎、欸，有没有？哎、欸，这不够丑吧？导播可以了吧？可以了吧？哎、欸，有粉丝帮你，鼻毛没有长出来。我是有尊严的王美耶，拜托，这是王美路线，你知道吗？导播可以进片尾咯，大家拜拜。好，有没有截到图？有没有截到图？记得哦，好不好？我们下礼拜就给大家看谁截的最好。对，然后片尾有通关密语要记得去留言，好不好？好，那我们还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遇到一个比较有趣的幕后花絮，我们都分享给大家。那就是有魅力电影，那之后也会让大家欣赏一下《神鬼传奇》的魅力电影。不行，我还是要用一个最美的 pose 结尾，大家我们。下礼拜 ，OK， 见喽 ，OK， 拜拜，拜拜。There's nothing more beautiful than a Spanish woman. We need to speak about the character, Mr. Scott. Usted no está hablando en serio. Usted no sabe lo que es este país. We work under the watchful eyes of Franco's people. That's terrible. Tiene que acompañarnos a la comisaría.¿Por qué? ¡Vamos! Fontiveros está en cuelgamuros. Tenemos que sacarlo de allí. ¡Action! Tenemos que actuar rápido. Pero, ¿quién es el rescatado? ¡Places, everyone! Yo estoy en la lucha por la libertad y ayudarte. Pues sacude como un camionero. Pero eso es que le gustas. ¡Rolling!Mira, este lío lo he montado. Yo voy a llegar hasta el final. Llevarlo después hasta la frontera francesa. Quiet, please. Baja la voz, nena, que aquí nunca se sabe. ¡Ah! ¡Oh, my God! The dawn in the sky greets the day with a sight for Granada. For she can rememberThe splendor that once was Granada. Díganle que eso ya no se lleva. And I'm finding out things, incredible things, that nobody had told me. The prisoner we snatched last night is a courier for Imam Yazid Khalil. Who's the interrogator? Alice Racine. The prisoner gave a go order for an attack on an American target in the UK. It's thought to be biological. We have two other members of his mosque in custody. And like you, they have a long, dark plane ride in their future. Tell me the target. I'm just supposed to deliver a message. Important? Just my personal life.Sir, this is not a secure line. We need you for an emergency assignment in London. We've got a prisoner waiting.
Well, I'm already on it. The hell are you talking about? We haven't informed London Station. So, we have been penetrated. What is going on in London that involves the CIA and a terror strike? MI5 is committing every available asset to this. I think I've unlocked the source for a terrorist. He has to be stopped. We need your skill set. We need you back on the front line. What's your status? In danger. Someone is hunting me. I'm thinking I'm the only friend you got. Our prisoner's gone to ground, and I do not intend to let him stay there. Let the past go. We're just gonna get in the way when it counts. Global viruses are the biggest threat to mankind. Each one a ticking bomb. We thought we controlled it. Once armed, you've got 5 minutes. In a different world, it doesn't come to this. We are all in God's hands. I like to think we have a say.